州凤凰网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景凯。这一次是看秀嘛，所以其实是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情，然后呢走秀的话就是比较兴奋但是也有点紧张。对，嗯，对，一开始的无人机确实我觉得非常酷，而且就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。嗯，然后呢后边其实还有一些 pub 的元素，其实也非常吸引我的。我觉得2018大家就是我推荐的话还是小白鞋吧。小白鞋，我觉得 Dodge 的小白鞋就是很有自己的特点，它很就是各种各式各样大家喜爱的可能元素上面都会有。2018的话，首先还是正在拍摄的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，还有就是希望在音乐上有一些突破。